各位欢迎大家莅临台中林佳欢迎台高中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好，我们云林县团友会一直以来都认为我们的团友通通都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各县市的团友都是我们的兄弟，所以我们献上一首四喜快压力啦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请拜托你卖搁敲钟敲我声，你头请爷爷坐车西你头楼卡，做你的孙子带你四界行。有这么多担心来麻烦，只有你一个。好，我们再次掌声，谢谢宋氏的爱玩馒头，精彩的表演，谢谢这些男子军，真的是相当厉害哦，年会，你呢？客家本色，来，你的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会长，再来这种，祝家正，耶，还要自然。今天的主唱是我们台县大同高中的谢校长，伴奏的是交谷国小李校长，其他舞蹈的都是我们的委员跟朋友。借这项表演向承办的台东市常委会还有会表达建议，同时也借这个机会欢迎各位好朋友到苗栗来欢聚，只要到苗栗打电话给我一定请各位喝几杯，谢谢。那么，我们的这个团友们呢，对向心力都很重哈，对我们练了很多次哈。那么这今天的音乐完全由一把吉他来演出哈，所以这个请大家来欣赏一下不一样的客家本色，谢谢。上过台湾，无半点钱，上门打拼熬在当天，熬牛是自己失眠，不是埋怨。世世代代就安尼勤俭传家，用三百个梦。是非善恶充满阴天，风天世间哈家人修好心田，有个不梦祖宗言，千年万年。三万高票刚在当天，高调是春意思念，因此蔓延。
惜了，这首歌曲叫做《昨夜星辰》。对啊，对。